大家好，现在9:20，我用电影模式拍摄《明神池》。可能是一大早的关系，有可能现在是淡季吧，因为最高巅峰已经没有雪了嘛，所以感觉来到上高地的人团还有团都比较少，爬山的人比较多，所以现在最高神社奥宫这边感觉没什么人了。这样就是让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拍摄影片就很好拍，都不会拍到人。这水多清啊！好，相隔一个月又再度来到明神池啦，上高地最值得拍的地方。以上。